农村变革是我国社会变革的核心，只有农村富了，中国才会富，只有农村强了，中国才会强，只有农村好了，中国才会好。中国有8亿农民，我们是一个农业的国家，互联网时代农村应该怎么样发展？未来20-30年，因为互联网，农民会成为新农民。农村现代化不是要把城镇农村化，而是要把农村城镇化。作为企业，应该积极参与到农村的发展中去，用市场的力量、商业的手法带动社会共同富裕。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农村的进步。